浪人崛起目前 PS5 独占游戏我已经通关了，在20天之内花了40个小时，说说感受。其实关于这款游戏我之前已经说过好几集视频了，这次算是总结性发言。背景视频就是我录制的片尾过场动画，打得不好勿喷。先说缺点，也是唯一的缺点，游戏最大的败笔就是这个分辨率太低，大概是 1080p 附近，粗糙不清晰不细腻，有些地方劣化严重，不像2024年的游戏。这些批评的声音我严重同意，但是啊，分辨率它不是美术，也不是审美，也不是分镜头，它也不是吸引我的主要因素。这款游戏除了分辨率比较低之外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的，这是我的主观感受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《浪人崛起》这款游戏可以达到光追 4K 60帧，那更好。但是现在光追 1080p 40多帧我也能接受，我不想放弃光追，因为光追模式的画面它那个氛围感很强很好，光追的实时演算的游戏画面更接近过场动画，如果去掉光追那个画面苍白没啥意思，所以我宁可进一步牺牲分辨率甚至帧率，我也要保留光追。我是用电视玩的 LG C3， 各位就不用问了。下面说说优点，8个字，打得很爽，难度适中。我是用低难度玩的，基本上算是无双割草游戏。现在想想，我应该选择中难度，有点挑战可能更有意思。游戏通关之后能解锁最高难度暗夜难度，我感觉这个难度超过了只狼。比如一个小破兵长，我死了7-8次才过，你知道吗？他竟然在打之前先喝药，而且他在打的时候还会变换流派。更重要的是他那个招式漏洞特别少，时间又短，我真的不喜欢这个难度，太虐了。下面说好的让我开心的地方，游戏中有很多武器，每种武器又有很多流派，每个流派又有2-3个招式，流派还分等级，在打的时候花了不少的，又帅又装，不过我喜欢。这款游戏最大的亮点就是打，几乎所有的事都和打有关，一言不合就拔刀，你们听着可能觉得有点无聊，不过我喜欢。这游戏最好玩的点就是石火，在之前的视频已经说过了，就是那个小亮点，点中一次爽一次，连续点中连续爽。游戏的支线任务和路边随机任务也很多，我都很喜欢，喜欢主动去打，主动去开图。玩这个游戏我也都是主动玩的，并不是被迫去做任务，这个很关键。浪人崛起是那种一玩起来就放不下的感觉。最后总结一下，以前对马岛、刺客信条、只狼、老头环、人王、卧龙我都玩不进去，不是游戏的问题，是游戏不适合我，跟我的频率没同步，颗粒度没对齐。我没想到的是浪人崛起我玩的竟然很上头，很多人说这游戏是缝合怪也好，画面差也好，不如对马岛也好，不值这个价也好，这都不重要，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，自己喜欢玩它就值，至少说比花钱买了游戏没时间玩放着吃灰强吧。如果你买个游戏吃灰了，不一定是你的问题，什么电子异地啊，什么你没时间啊，不要往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大概是你没有遇到合适的游戏，那个游戏对你的吸引力不足，不一定画面好就能吸引你，不一定媒体评分高就能吸引你，也不是讨论热度高就能吸引你。吸引力这个东西很神奇，有点像一见钟情，当你遇到你喜欢的人，什么都想给他，无偿的给他。上一个吸引我的游戏是马里奥惊奇，我也是一玩就放不下，很快就通关了。之前有这种感觉的游戏还有底特律变人、古墓丽影9、极品飞车21等等吧，都是一些非常爽快的游戏，而且大部分我都玩了2遍。那么你们又是被哪些游戏吸引了呢？